每一步都是更接近目标的一步。击剑了，那倒没击剑，倒没击剑。我决定放他们一马，他们可能击不过我。我知道你们的秘密，小家。我给你个肥皂。平 A 接 Q。铁男说他知道我小家伙，你才小家伙，我一米九。希望他别有凹痕。我是擎天柱，嘿，生了 Q 过来，撇肥皂平 A。先E上墙平 A 接 Q 应该换了啊，为什么没E上墙啊？这个怎么没有E上墙呢？好奇怪啊。不是闪，我E完他才闪的。我这个角度我感觉应该能E上塔防御塔上面，角度没够，他没闪，他后来才闪的。兵线其实是有点小亏，不是很划算啊。先插个针眼，我想直接给他闪现一枪接个 Q， 然后我们撇个肥皂直接把他撇死，撇死完事他死了他也打不死我。撇个肥皂 Q 一下一走，没事，那铁男没有意义，我应该死不了。干嘛呀唐唐，卡了是吗？撇你肥皂，哎呀呀呀，撇肥皂 ，A 接 Q， 打不溜上墙，平 A 接 Q， 接平 A 死了。Q 一下，啊，快点，那螳螂有闪现啊，小心点，先插个眼，我们知道他要闪。先吃个药，一上墙平 A 接 Q， 怎么没上墙？哎呀，这又没上墙的。金南，我有一个特点，不擅长倒下。再跑一下其实也行，短了。没玩好，反正刚才这波真没太玩好。哼一下，平呗，你给我上墙。我走的路当然很多。哎，上墙撇肥皂，平呗，平呗，你是真是个笨逼，我发现。哼一下。蒙多大爷，你很久不见了。
我不可能让你吃到经验。撇肥皂，回家了，不打了。哎，你说如果这个铁男不行，没用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这个铁男给我框里头了，我直接给他锤飞，能锤到哪儿？应该是锤到他这个领域里边最边的地方，应该是锤不出去，没有什么用。我可以先走到左边，然后把他锤飞，给他锤到右边的。不要让我的锤子陷入疯狂。撇肥皂，这也不掉血呀，抠一下撇肥皂啊。 A 锤我打了，我说停停，你给我死！我给你个肥皂，我肥皂咋没了呢？肥皂在里边消失了，给我肥皂吞了，是不是？来人了呢，他一直追，差200块呀！先来个这个，英雄，无稽之谈。先来个红水晶，明天不休息，休息不告诉你们了吗？不休息啊，不休息。我们这干主播的还有休息日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我不抠你吗？我打不灭，我打了。一上来平 A 接抠，接平 A，抠一下，我真想去打个盹。撇肥皂，啊？在干啥呀？这，我试试啊。吹飞了，再见，抠一下，闪现一墙锤，给我抡他，这蒙多这么笨吗？这蒙多漂亮，蒙多，他俩这配合还是可以的啊。没有金克斯送火箭吧？那就没事。再吃一次，吃一层塔皮，回家了。中单是个啥呀？是个永恩。
那没事。有人在这附近见过一位英雄吗？我要进行到底。这把我决定来个西地还。不行，西地还没什么用，小炮还是得这个板甲，跑得快。来个巨酒，没了人啊！像我们的小炮的女英雄赶紧拆啊，这种英雄拆塔慢，早点拆，早拆早完事儿。哎呦啊，你这小老弟，我今天不让你起飞，你跟我飞起来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还敢这么点血过来，还敢上墙？红 buff 好像有哎，看看有没有红啊？哎，有红，这红 buff 有人要吗？没有人要，没有人要，我要吧。板甲够没够钱？1800够了，无敌了。我之前回到这里说了什么？我想试试我的反应。如果你在等着我放弃，那你也许一……我想在卡莎 R 的一瞬间 W 把他挡了。你们觉得我有这个反应没有？这种操作能不能做出来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不追你了，小伙子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抠一下，我只是想补个兵。抠一下，起飞平 A。你干哈呢？抠一下，平 A 挡住。哎呀，这挡不住，这是什么 ？Hello，Hello， Mr. DJ， 这节奏不要停。我脑袋里在啪啪起，不晃都不行。抠一下，再抠一下，平 A 抠一下，撇肥皂，撇肥皂，
飞。哎嘿，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扣一下，哎呦，扣一下，你能追上我吗？你能追上我，我就让你嘿嘿嘿。螳螂要死，他敢过来他就要死，看看他敢不敢来。嘿，闪现啊，没蓝了。哎呀，哎，不是刚才那肥皂咋没了呢？我都醉了，我肥皂为啥没了呢？让螳螂踩了，那也不应该呀，那肥皂干哈往人脸上撇呀？这也不智能啊，这玩意儿啊。这波让螳螂收了我800块钱呢。全力发挥，太难了。打个蓝 buff 去吧，没蓝了。这铁男啊，这铁男就这么点血吗？这铁男啊，用我螳螂呢。哎，上墙，螳螂搁这儿呢，起飞螳螂 Q 一下，过不去了， Q 一下，平 A 平 A 平 A 接口呀，空了，问题不大。哎，你也得死，你也得死，撇肥皂哟哟哟，壁咚，剩个什么玩意儿了？这是谁呀？这 ADC 敢跟我在这放肆 ？ADC， 我都没想到 ADC 上墙 ，Q 一下撇肥皂，嗯。减肥皂扣一下，减肥皂扣一下，扣一下，为什么不给我套盾？给我套盾是不活了？你说不好了，螳螂有点起飞了，螳螂啊，小龙，大龙啊，大龙别丢了，哎呀，我死了都无所谓，你们别死，可以啊，大龙没丢，他们要打小龙，打小龙吧呢，谢谢守望区只看吕相李全国的飞碟，这是狼哈，狼了一波，我知道螳螂肯定得马上来。但我就觉得这螳螂即使来我也能走，走吧，去把下路这俩人杀了。那就杀机器人吧呢，机器人一看就是有闪现，你知道吧？不追了，这指定有都是人过来了。他
他们如果这边再敢打，可以打。其实我告诉你，那里可全是人。给我杀卡莎！胖子的，这螳螂我是没杀过你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我撇你个肥皂，给没给他盾打掉？我可是有肥皂的，我跟你说。谁死？其实该撤了啊，确实是该撤了。这螳螂行啊，来飞！哎呦！打人打人，给我上墙起飞，你确定这个不会被螳螂给抢吗？还好啊，那螳螂死吧呢，谁拿下来？我刚看好像有异地老司机，带带我，我要赶紧上车。你老打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又打不过我。他也不能说是打不过我吧，你打不动我。中推吧。看锤，直接手都没事儿，打住！什么东西打住了？完了，我死了！啊！看你们的！哎，我把他什么挡了？是大招挡了吗？还是说异技能挡了？腿折了，卡莎，刚卡莎腿折了，给大招挡了。我这一点魔抗都没有，是不太行啊，感觉。哎呀，但是我出一半，我又不想出这个了，我又后悔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又后悔，又不想出自言自力了。
我想出下手。别急呀，谁知道这儿有这么多英雄呢？这里有个眼儿怎么办啊？蓝 buff 有没有啊？我见找人是很难的，算了吧，都死了就都死了吧，反正对面阵容也垃圾，那对面阵容也不行，对面阵容要好一点那就算了啊，就不狼了。对面的阵容实在是有点弱，啥也没有。这个阵容选出来就只值十块钱，那卡莎值九块。更弱，我们还弱呀，我们这要控有控，要虚区有虚区的，完事要肉还肉的，这还团战 AOE 也够，这还弱呀，天哪，这又有虚区的，你俩玩吧。你咋那么狠呢？你要杀人呢，兄弟！你是这是狠起来了？我一看呢，这又不是三杠十三的你了。一卡上 ，Q 闪。永恩如果能上墙的话还是可以，我有肥皂没关系，让我烫死了。走吧，不打了，算了，我说停停，不打了啊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你看这不听，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啊，那他们不听啊。我要进行到底。先把红帽子拿了。就你叫螳螂啊，你不给我起飞，算了不上了。哎，可以上，哎我上了，哎哎可以上，哎呀，大我干啥呀，大我呀，你能打过我，跟我打，我肥皂呢，这螳螂怎么回事，飞丝了。还是反应太慢，上墙反应太慢了，连螳螂的 W 都整不下来。
不是螳螂的翼都没办法整下来。